我是老禅风暴烈剑。哦，岑，你让我想起你父亲。告诉我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 我们要摇一整晚的屁屁。
吧。他们在对我们的九原宿做什么？臭小子，那些是我们的飞行啤酒罐。小错，哎呦！先找到目标。没错，没错，没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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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，不对，胡椒。是什么？那个雷叉，反正快完成了。
没东西能阻止我。如果放着不管的话，该不会这种协调的味道，令人陶醉的香气，这是完美的佳酿。风暴烈酒的名号将会再一次的响彻这片山丘。高叔叔，这个酒坊是你要负责照顾的，你做了什么？又是你，看不出来吗？我终于赢得名声，酿出完美佳酿。用什么代价换的？酒坊已经毁了，糟蹋了。小问题都是小问题。店里面居然还有兔妖啊！听好，老陈，并非每个人都能放下责任变成英雄，在悚然荒野除暴安良，拯救世界。我们之中有些人只是艺术家。我想酒坊好像失火了。对对，有时候是这样。